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龟 TV 啊，我是大王。那我们今天呢，要玩一个挑战，那就是不要心动挑战之吉他美少女篇。那游戏规则很简单啊，我会看抖音上那些弹吉他的美丽的小姐姐们的视频，看我会不会心动。天哪，弹吉他的小姐姐可真是魅力十足啊！那我认为啊，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吉他手的话，一定要抵挡得住今天的诱惑，不然啊，你以后每天就只知道刷刷刷这个小姐姐的视频，都不记得要弹吉他这回事情了，好吗？那我之前呢办过吉他社，社团里大概有50多个人吧，里面小姐姐可占了快一半哦。但是我在办吉他社的这段时间呢，我可是一直保持着单身呢，说明啊，我对这个小姐姐的抵抗力还是可以的，好吗？所以今天我就给你们证明一下。那如果今天我心动了啊，我就要惩罚自己，把吉他垫在身体下面做俯卧撑。那我们挑战开始，下面是第一位小姐姐。Here's to the ones that we got. Cheers to the wish you were here, but you're not, cause the dream bring back all the memories of everything we've been through. Toast to the ones here today. 她这个头发还蛮好看的，不过我最关注的还是她这个尤克里里居然有2个洞。OK， 我觉得她获得最佳发型奖，但是让我心动，我觉得还要再努力点啊。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你习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被八九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的等，等着你靠岸。哇哦，我觉得女孩子弹吉他还是给个正脸，虽然她侧脸很好看，这个没让我心动。耳旁吹起的风弹着淡淡古筝，这一曲弹到几遍，谁点一盏油灯，欲问青天，这人生有几何，跨着去日苦多，我是讨一杯相思喝。当年风沙口，爱情将军少饮酒，前方的路不好走，我在家中来。我觉得他眉毛好有气啊，哇，这个戴眼镜双马尾也是心动的感觉，可以，我觉得这可以算是我喜欢看的这种弹吉他的小姐的类型。这么快就被打脸了吗？哎，我发现现在好像弹唱比较多，有没有那种技术流点的女生呢？哎，可以哦。背带跟我的好像，是不是跟他的背带超像的？我觉得他弹得比我好，但是让我心动还差点距离啊！到底有没有能弹到我觉得非常心动的人呢？哇，好傻。哎，糟糕，我笑那么开心好像是心动的感觉。我感觉就弹琴的角度和气势的角度，我确实被他打动了。怎么回事？这个人可以给他颁一个气势满分奖。我看到了我们仿佛在一起，像当初一样对彼此动心。你洁白衬衣陪我整个夏季，我弹唱的歌曲都专属于你。所有热恋一样天热不腻，独有的默契，真实又熟悉，只能停在我傻傻的梦境。他录音好好听哦，是怎么录的？而且他吉他好好看啊。 OK， 这不是重点，不是重点，他的这个整个人的气质和弹吉他太搭配了。怎么回事？有一点心动的感觉，这时候需要点土味的 BGM。 是心动啊。 OK， 唱歌最好听讲。这个你们抵挡得了吗？我太好听了，哇，这个屏幕快溢出来的魅力是太难挡了吧。这个是有心动到吗？
妈呀，哎，这题有点超纲啊！我跟你说啊，再不练琴，连阿姨都赶不上了，你知道吗？哎，但是我觉得这个视频它可以换个 BGM 更厉害。怎么样，阿姨人均 like star， 你还不好好练琴吗？ OK， 我觉得心痛还说不上，但是佩服。再加阿姨弹吉他奖，我看了这些女孩子弹吉他之后，我已经忘记了我心动了几次了。天哪，哎，好像是三次还是四次？哇，不看不知道，抖音上有那么多弹吉他有魅力的小姐姐们。哇，天哪，哎，我觉得抖音上应该还有更多这种弹吉他、弹唱啊这种非常有魅力的小姐姐。如果你有推荐的话，不妨在弹幕里或者留言区里告诉我好吗？哎，惩罚之前呢，先例行下公示哈。喜欢这期节目的话，记得一键三连啊！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记得点击关注好吗？好，我们弹吉他之余也要锻炼好身体呢，各位。OK， 好了，各位，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